车驾驶直行，突然路口另外一侧冲出一台白色休旅车，驾驶马上转方向盘，紧急闪避，却失控自撞电线杆。 肇事驾驶明明听到巨大的撞击声响，却没有停下来处理，冷血说了一句“算了”，马上踩油门加速逃离现场。车祸意外就发生在台中大里区环中东路七段上，21号下午4点左右，一名朝阳科大航空机械系22岁张姓大四生，开车途中为了闪避违规回转车，自撞电线杆，不幸身亡。 警方调阅监视器还原事发过程，发现就是61岁的陈姓肇事驾驶违规酿祸，6小时后也到他的住所将人逮捕，以过失致死罪移送。一开始就表现出来就是没诚意的，他跟我说他完全都没有看到发生事故，也看到我儿子的车。男大生父亲痛批肇事驾驶事后处理没有诚意，还试图要找借口规避责任。他更生气的是对方肇事逃逸。 害儿子失去了一线生机，去打工，在拉面店打工。对他真的是蛮乖、蛮孝顺的一个孩子，要找女朋友了。对，在路上就发生了这个车祸事故。男大生的舅舅则透露，尽管男大生家中不缺钱，但张姓大学生平时还是会到拉面店里打工，非常的孝顺。当时是下课时间，他要开车去找女友，没想到遇上了意外，相当的不舍。另外，根据了解，男大生相当的优秀，英文成绩好，刚面试上航空公司，明年毕业后就要投入航空业，却遇上了车祸死结，航空梦戛然而止。TVBS 新闻廖环、廖凡、台中采访不到。